凡夫的相貌是心相生诶、啊。这个教内面，这是经教内面讲啊。自他心，一切色法该不净，咱各个心，一切有情众生的心。 啊，心总是不净之物。为什么不净？心无清净，啊，心染污，所以心嘛就染污咯。心若是讲啊清净，啊，心会清净。 这个代志，或者这个经常要讲真多咯，境随心转呐、啊。啊，咱这个心，个心，相对来讲，心的是境界，是心的境界。相对都来是心变现出来。 我第二集《宝经》开头著讲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呀。那心是对心上生诶。的。你来投胎诶时阵，你有想想，才会变做心。你为什么生出即款相貌？这相貌是你伫投胎进前想诶啊。你介意即个相貌，伊著变做即个相貌，对心生诶、啊。呀。 所以世间人讲，这伪传，你都会相貌真像老爸老母，因是伪传啊，就佛法内底讲，你嫁你爸爸，嫁你老母，嫁伊迄个相，家己就变成迄款相，唔是伪传咧，这相、個、相。一切化中心相思，个人在有咧讲啊。 四十个进前是受着情绪影响，四十个以后呢，你身体相貌爱家己负责任。为什么？这是在一生诶当中，你诶梦想、你诶思想会改变你诶容貌。 那讲、啊、你念头恶，因为恶，你诶相貌就愈变愈凶恶；你诶心地善良、自卑啊，你诶相貌就愈变得愈好。著、就是这道理咯。至少以后，家己身体健康、容貌，是著爱家己负责任。对你容貌、对你的体质，著知影讲，你平常咧想诶是什么，思诶是什么，念诶是什么。 就、啊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